今日这个草的这个景色是为这个十九，但是咱若看这十九章的时阵，有一个
耶稣讲先生啊，我因着行什么好，当得着永活。耶稣迄个时阵就甲因讲，你安尼问我，你安尼摕起好诶问我，好诶，敢若一个尔。总是你若是要进入我，就受遮个戒命。迄个有钱人就讲，安尼我拢受伊，抑阁有欠少无？耶稣就甲伊回答讲，要做完全的，你就爱去卖你所有的，互送乡人，就财宝伫天里，再来过来对我。迄个少年人听见即个话以后，郁闷就去，因为伊的产业足济。耶稣甲伊的学生讲：“我实在甲你讲，即有人入即个天国是足好的。即个代志发生的时阵，学生都拢有看见，拢有听到。犹太人的文化就是讲，有钱人就是有福气，有钱人就是互相地祝福。伊就安尼问耶稣，安尼。”若是安尼的时阵，自罪才会使得救。耶稣讲，你都爱来跟我。彼得佫伊讲，我拢已经放下一切来跟你啊。将来我要得到甚物呢？因为学生安尼问的时阵，耶稣才用今日的比例来回答。这个比例就是讲，有一个葡萄园的主人，请工人入伊的葡萄园。透早请一群人，讲好一天的工资予你。然后同一天的这个内底呢，去菜市啊试界。上尾一届是伫要暗时的时阵，嘛是同款，请的工人呢到迄个葡萄园。暗时的时阵呢，就是要爱工资的时阵，一个拢予伊。但是呢，予伊的工资呢拢同款。一定早起落来，这个工人就开始讲，就开始咧 complain， 讲为什么降工资呢？那阮做了较久，应该有较济，安尼是无公平的。葡萄园的主人就讲，朋友啊，我有时无公道款待你呢，你敢有时甲我约一分银啊，一千银，你的。你摕去做你去，我要予即个老板甲你变，因为我做好，你无欢喜。耶稣安尼讲，其实表面上用咱的即个人的角度来看，真正是无公平。所以今日咱要做伙来分享的题目，就是讲上帝真正是无公平，感谢。三个来祈祷，阮伫天边的父，感谢你，交阮一个礼拜，交阮同做伙。虽然有时阵，阮并无体会到你的同在，但是阮相信，你是袂放散阮的。求你伫阮伫要思考圣经的意思的时阵，予阮智慧，打开阮的心。来接受你的加持，安尼祈祷，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伫讲这个比喻的时阵，伊是什么种的意思？为什么耶稣基督会用安尼这个比喻回答这比喻呢？其实是足清楚的。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意思，就是第一，就是要教示咱讲。天国是先后无分的，也就是讲，头前的来足重要，但是后来嘛是足重要。其实呢，这顺序这种的思想呢，是人修出来的。我讲一解，顺序这种的思想是人修出来的。咱人总无爱这个。伊叫这个 ambiguity， 人拢无爱这个 ambiguity，
含糊的。圣经的教义嘛是共款，嘛是足济，嘛是足特别旧的，敢毋是？足济经节可能每一个人的解释拢无共款，敢毋是？其实就是安尼，咱基督教才有遮济教派。所以天国是先后无分的，天国是 ambiguous， 是含糊的。耶稣的教义也是安尼，耶稣就是安尼讲一句，就讲老马要做大圣，大圣的要老马。咱为人的角度来看的时阵，这是不讲理的教义。上帝嘛有甲讲过，耶稣嘛讲过，上帝就是拣真主，吼、哦，毋是要来测验人的，是要予人测验的。想看觅咧，上帝就是拣，是要予人测验的。这人的角度来看，嘛足奇怪。所以安尼看来，耶稣对这顺序呢，看起来是无足重要。所以耶稣咧教示咱，用这个比喻来教示咱，天国是无顺序的，先后无分的，先后无分的，头前来最重要，后来嘛最重要。第二个，耶稣要用这个比喻来教示咱，就是讲上帝对咱的恩典，咱是无法度去了解的。有一届我嘛是用今日这个经节来讲的。一个教会来讲到，讲完以后，有一个教会会友就走来甲我讲讲，牧师啊，圣经内底有足侪番，咱无法度去了解这种的经章，有法度足侪，咱无法度去了解。但是今日你讲的这个经章呢，我想是一篇这个无法度去了解的，了解的这种经章。因为我伫想啊吼，真正是无道理的呢。我伫想啊吼，伫遮吼。耶稣呢，可能呢，讲着去啊，因为这有可能遮无讲话呢。我听了以后，后一届我有机会讲到的时阵，我就用这个龙珠回头的这个经节来讲上帝恩典。上帝大恩典，因为咱对上帝恩典，咱是无法度去了解，毋是讲咱无了解。耶稣讲着去啊！顶一个有一个，甲这个妇女看起做伙这个查经。阮即摆伫查这个约翰福音，迄个是约翰十九章。这章是记载耶稣判死刑的时阵。第一章耶稣有甲几种人去沟通。内面有伊的学生，内面也有一个罗马人的兵，有比拉多，还佫有祭司长。讲了最后，耶稣基督受这十字架的时阵，我就问遮个女讲：耶稣基督受这个十字架是为着什么人牺牲？其实答案就是。耶稣呢，为伊的学生牺牲。虽然这的学生离开耶稣基督，耶稣也愿意为伊牺牲。耶稣嘛是为这的罗马人的兵牺牲。这罗马人摕伊的衫裤，但是伊嘛是愿意替伊牺牲。因虽然是无知的人，但是耶稣嘛是。耶稣嘛为比拉多牺牲，伊是一个足骄傲、足奸诈的人。耶稣嘛是为伊死，替伊赎罪。耶稣嘛是为这祭司长牺牲，伊是无认耶稣的，伊是无认上帝的人，无认上帝的囝的人。但是耶稣嘛是为因牺牲。替因赎罪，咱来问，为咱的这个人的角度来看，为什么耶稣基督会替这个人、这个歹人、这个足歹的人牺牲呢？
所以耶稣讲，要予这后来的工人共款的工资的时阵，咱会感觉讲足奇怪。但是对上帝来讲，一点啊拢无奇怪，因为上帝稳定是超过咱所想的，超过咱的所了解的。第三，为什么上帝会予这后来的工人共款的工资呢？敢若是因为上帝的天国是先后无分，也毋敢若是咱无法去了解上帝的恩典，嘛是因为上帝家己真正嘛是无公平。安怎讲？其实我爱问，咱真正要要求上帝公平吗？真正要要求上帝有公正吗？问我的时阵，我想。因为若是上帝真正公平、真正公正的时阵，上帝就会来救咱脱离罪的捆绑。因为罪的因果就是死，敢毋是？若是公平的时阵，若是公正的时阵，咱就着死。我歹想讲，我要求上帝公平、公正，为虾米？因为若是上帝真正是公平。公平、公正、无痛心的时阵，上帝袂用伊的独生子赎咱的罪，敢毋是？为什么上帝无公平呢？因为上帝有痛，有痛心，有痛咱，有时阵就会无公平。所以上帝无公平，咱应该大声大声讲感谢。细汉时阵，有一届妈妈叫我甲弟弟啊做伙咧包水饺。迄个时阵，我甲我弟弟阿伯咧也袂晓咧包水饺，所以妈妈包的一定比阮两个比较紧着，啊，比我济。阮爸爸咧连包拢无包，但是包了以后，后尾有也过会记哩。我甲我弟弟食了上济，阮爸爸、阮妈妈食了上少。阮爸爸无包，伊嘛食足济。我问大家，这种的情形够唔公平？有一个家庭，伊是靠这个胖狗生存的。有一天，全家要开，要来做这个烤这个胖狗的皮的时阵，所以全家有七个人，就做伙做这个代志。妈妈就是为了要鼓励这个伊的囡仔，就讲。烤完皮以后，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囝、每一个囡仔、每一个人，然后拢有会使有食一个咸面。哦，这个处理的这个弟弟啊，三岁了，那三岁了，直接完了，就底下烤皮了，底下烤皮。所以每烤完了以后，每一个人真正一个咸面，连这个三岁的弟弟嘛。但是你想看嘛嘞，这个细汉的这个弟弟的吼，真正帮到忙吗？还是帮到忙？但是伊的妈妈嘛是同款，予伊一个点名。这种的情形有公平吗？但是用逻辑人的方面来讲，这两个情形拢无公平。为什么咱会讲？咱会想讲虽然无公平，但是合理呢？因为这两个故事拢是啥？讲伫咧这个家庭内底，敢是？同款，若是天国是一个家庭，若是教会是一个家庭，真正需要讲公平，也是无公平吗？耶稣知影公平也是无公平，伫天国内底、教会内底是无重要的。上帝无公平。感谢主，感谢上帝，因为咱有一个大家庭，敢是？家己的家庭免讲究，敢是？因为有时阵咱会使提供，咱会使家己提供的，咱会好较济，咱
什么人较慢进来较无重要。上重要的就是咱现在，咱应该庆祝所有进来的人，所有进这个天国的人。在上帝天国内底，不是谁的工资上多，谁得到较多，敢若是咱拢是上帝的拢是上帝的工人，甲上帝工作，咱是甲上帝同工，这才是最重要的，上重要的。在上帝的天国内底，公平还是不公平是无重要的，上重要的就是咱拢受上帝的疼甲恩典，就是因为上帝无追求公正，咱才有生命啦，咱才有希望。所以咱应该庆祝上帝无公平，这才是上帝的教示。兄弟姊妹，上帝无公平，咱要感谢上帝。阿门。就像牧师的经文，请分开信息五百十首，分文最高。